9月19号，劳劳来到了湖南卫视《联盟空间二》的海报拍摄现场进行探班。刚一进棚，劳劳就闻到了一股甜蜜的气息，原来是杜海涛正在陪伴沈梦辰一起拍摄宣传海报。站在一旁的海涛瞬间化身摄影指导，有模有样的指导着梦辰如何摆造型。哎，好，对，自然点，对，刚才笑的那几个感觉非常好。不愧是联盟空间，连拍摄海报都这么有恋爱的氛围呀。蒙古拉新闻今日份的柠檬来啦，不等。